拉槽移动采用四副电机和滚动丝杆传动，可任意调节速度。单子孔定位锁芯拉槽，加具单边可加工两个锁芯。机器运行一个来回双边可同时加工两个锁芯。配置两个独立出料口，可装两种不同槽型刀具。两边可同时生产不同槽型的两种锁芯。机器具有过载自动停机功能，保护刀具寿命；具有缺料、卡料等故障报警功能。感谢您的观看。